偷的把规划书的资料拿出去卖，没有任何损失，我们没有任何赠送。做人忠直不是笨，有诚信也不叫蠢，我们不赚这种钱，同样可以开开心心的做人做下去。往前转，往哪？你前面可以走的路已经不多了，别这么死心眼了，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？说爱如天，然后再实现，这笔钱可不可以当时你借给我？有了一个我们的家。你回答我，你说我的胸膛会让你看到我，这笔钱要你自己去赚，没人可以借给你。而金树培所收买不是一个叫许文彪的地政规划官，是我霍景良的人。鲍鱼一个都没有你的份儿。对不起各位，我要事先走了。不打扰各位。卢天，卢天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能倒下。我和志强都需要你照顾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。我最近都在想，如果以前我真的不顾一切跟你在一起，你就不会弄得今天这个样子。文彪，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？是我害了你。我没叫你放火，你叫我狠一点吗？我就狠到你了。刘天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我再说。说再见的一天，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，经不起风，经不起浪。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，我会向自己妥协。你只知道自己的利益，所有的规矩都是你定的。我爸死了，我大哥现在在坐牢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点责任都没有。这里是台湾，我为了躲开你，我有多远走多远。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呢？是我逼你，我逼死你为止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。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，我会走另外一条路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不舍的眼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再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，如果你真的也心痛，我会告诉你我的胸膛依旧暖。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。